市长王炳辉三月带领市府团队前往日本东京参加食品展，并且在三月六号拜会日本历史上悠久的旅行社日本旅行重新合作。在日本旅行十九号由业务的本部长秋山秀之董事实际走访，深度感受嘉义市的魅力，也将采选嘉义市文化新思路重要景点，期待将嘉义市推动小城市大创新的成果，带动日本各城市行政团队前来观摩。嘉义市长王炳辉三月份带领团队前往日本参加食品展，在参展的过程中，更是拜会日本上悠久的旅行社，并重新合作。十九号，日本旅行业务本部长秋山秀之特别来到嘉义市，并甲市府团队做伙参观嘉义市的行人发展。市长王炳辉表示，嘉义市以十大基建计划强化甲周边县市的连接，并带动产业发展，让嘉义市不断提升。文化新思路更是展现嘉义市丰富的人文历史，也真期待甲日本上悠久的旅行社合作，做伙将嘉义市的观光特色发扬到日本。这一届日本旅行回访行程特别安排嘉义市的美术馆、快意生活村、甲草选店等所在，并前往嘉义大学观赏卡诺棒球相关文物。日本旅行董事秋山秀之表示，嘉义市幅员无大，人口也无多，但煞有木岛、尾岛、观鸭之岛等美名，显示人文历史的丰富甲多样。而这一届嘉义市的取景经验，将会带回日本推广，也希望未来会使参与其他城市组团来台交流，作为扩展双方的观光旅行，创造双赢的局面。真心的调民间市采访报道。亲爱的乡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咱会当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